李莲花，你不是无法已经过了别人逍遥日子，你是不可原谅该结束自己。李相爷被人骗，被一个你不放在眼里的人骗了十年，是不是很伤心？我师父可是为这李家四股门门主李相爷，李相爷不在，一定要来啊！四股得也算是在。小红书。